好，现在是我们的干饭时间，嗯，饭正在来的路上。来看一下我们这个，这是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啥？干饭人啊。我没点。啊。拍的我。给自己的造型，嗯。肯定拍了一个竖，比了一个竖大拇指。拍啊。来看一下这个杨老师，嗯。嗯，可以啊，今天这个造型不错啊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等着这个小仔把这个饭拿下来，吃完晚饭我们就开始最后的这个拍摄。我想了好久，对，很久，我以为修路呢。半夜嘛。你在干啥呢？你？三四点。几点？两点啊？不是，就是。赶紧推广一下你的歌呗。12月发表了我的最新个人单曲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！对，我没点，来干饭人了啊！大家都是干饭人，干饭人，干饭魂，大家干饭人吃呗，饭全用牌。嗯，我们刚刚结束2020年今天的最后一次彩排，也晚上就要等到跨年，然后上台表演了。对，然后，嗯。今天也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这一年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是记忆犹新的一年吧。我觉得，反正新的一年，也希望我们能越来越好。希望今天晚上的表演顺利，加油！走了。云从台上下来了，然后接下来等待着12点钟返场和大家一起跨年。嗯。希望能够开开心心的迎来2021年。待会儿见。在新的节目里面彼此拥抱。